十日，优卡风尚业颁奖盛典在上海举行，熊黛林、锦荣、金大春等明星齐齐助阵。穿拖地印花裙的熊黛林显得优雅迷人，她还公布已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，并透露对方是圈外人。至于结婚，熊黛林则表示还没有想到那么远，得慢慢来。前不久，熊黛林被曝爱上韩星金钟国，对此熊黛林直言：我们是在拍摄央视的一个综艺节目叫《叮格隆咚锵》，那是其中一个游戏环节。而自从与郭富城分手后，熊黛林也首次在采访中承认有新恋情。熊黛林透露，对方是圈外人，她甜蜜说：我想还差最后一个观察期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至于何时会结婚，熊黛林表示还没有想到那一层。她说：我的性格是喜欢低调点，但如果有一天被拍到了，我当然也不会否认的。我应该不会特别的去跟大家讲吧，因为始终自己的性格还是喜欢就是比较低调一点吧。然后如果有一天被拍到，我应该不会否认的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